今年就是啊，因为还没过新年呢、啊嗯。今年那个到处都是打仗啊。是。对 ，OK， 这是国际矛盾。从佛家的角度，怎么看这个事情？其实我想能够这世间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很多都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啊、一个心有生贪嗔痴的一个想法。然后引发这个业力，然后影响这个整个世间。但是如果能够从我们自身开始，能够从自己的自心能够大师所讲的五合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慢慢能够去影响我们周遭的生活，我相信这个世间总会慢慢的一个改变，但是必须从个人开始。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做好，把自己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好，谢谢。好，谢谢。我是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的会长 Mabel， 我亦都是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联合国的事务的主任委员。国际佛光会呢，就是在1997年在洛杉矶成立的。咁国际佛光会主要呢，就是一些信徒的组织。咁我哋咧就係、是、去跟住大師嘅教導，就做一啲慈善啊、文化教育啊等等嘅活動。咁作為一個聯合國嘅成員咧，我哋係一個 NGO 成員，係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嘅成員。咁喺呢個裡面咧，我哋有一個 status 叫 consultative status， 係一個顧問嘅形式嚟嘅。咁我哋每一年咧都有特別去參加佢唔同嘅會議。嗱，嚟緊呢一年3月咧，就係有一個國際性嘅婦女會議。咁我哋每年咧都喺嗰度出席去講話嘅。今年3月咧，我亦都會代替國際佛光會喺 CSW68嗰度咧，去 present 我哋喺印度為佢婦女嘅教育問題嘅。咁國際佛光會咧，除咗喺多倫多有協會之外咧，喺加拿大當然亦都有溫哥華啦、滿地河啦、渥太華啦、Edmonton 都有。咁另外咧，喺全世界咧，可以講我哋差唔多，我哋直情係5大洲都有，包括係喺非洲啦、喺歐洲啦、喺亞洲區啦、大洋洲啦，全部5大洲我哋都有我哋嘅分會。有些地方包括是沒有佛光山道場的地方都有我們的分會的。最近呢，我們都在中東 Dubai 阿聯酋那裡成立了第一個佛光會的阿聯酋協會。這個是一個突破來的，我個人都有去參加他們的分會成立。這個因為在中東地區呢，有一個佛教團體可以這樣成立出來為當地的佛教徒服務呢，是很特別的一件事。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努力啦。多
倫多協會呢，我哋就係照顧我唔想講係大多倫多市，我應該話俾大家聽咧，係 Golden Horseshoes， 就係整個金馬蹄地區，包括由 Niagara Falls 去到 Peterborough 都有我哋嘅信徒嚇。南邊就去到湖邊啦，北邊咧係去到 Aurora、Newmarket、Barrie 都有我哋嘅信徒嘅。咁過咗 Kingston 嗰度咧，就係屬於渥太華協會嘅管轄範圍啦。咁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努力啦，繼續為整個金馬蹄地區嘅佛教徒服務。咁係咪每年都有個響鐘半山嘅大會嘅定係？我哋每年咧就係、是、其實係隔一年嘅，一個咧就係、是、國際佛光會嘅會員大會，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國際佛光會總會世界總會嘅理事會。咁舊年2023年咧，係啊，我哋係疫情咁多年之後第一次翻鐘半山。咁當日咧，嗰個會咧係有4000人參加嘅。咁今年咧就會係世界總會嘅理事會啦。咁我哋今年咧係會去日本嘅。你係仲要上？你住？你係上？好啊，节之前，我们的传统都有一个记者会，招待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年的过年的节目是如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跟呢非常非常的高兴，要席桌上面有多伦多活佛山住持觉凡法师。好，我们旁边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何美宝会长。